大家好，我是美娜，我在康平纳寺孔子学院学习中文。这是我的作品，它是我在书法课写的书法。我写了大吉大利，我也画了一些句子。它的意思是 prosperidad in sorte。春节的时候，华人喜欢把这种祝福贴在家里。他们认为这些帖子能够带来好运。我希望你们喜欢我的作品。再见。